大家好，我是阿亮古学亮，很荣幸的因为骨头剧场的文武巴娜娜认识了编曲作曲的大师Koji桑樱井宏二。Koji桑最厉害的就是让音乐变得非常的平易近人，让你很容易的可以享受在当中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听过打击乐的音乐会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，很好的第一次。如果你一直很喜欢打击乐的话，那绝对不能错过咯，赶快抢票哦。